我们的对手是云罗高级魂导师学院，你们先回酒店观察对手，有我一个人就足够了。楚老师有事瞒着我们。宇浩，你看到什么了？徐三石，我给你这个机会，第一场你上。好强，几乎没有消耗魂力就轻易淘汰了对方。云罗高级魂导师学院果然人才辈出，那个四环魂师实现了一穿七的壮举，